哎呦我的妈！出来啊！来，这外卖都是人主持人了。好了，到了，下车吧啊！下什么下？你刚闯红灯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那闯红灯那能怪我吗？那你看什么嘞？你看什么嘞？盯什么着看嘞？那前面那个女的，真的，跟我面前晃晃晃。人家给你面前晃晃晃，你看你的就是了，怪你什么事？关键，看那腿多长啊！真的，腿老长就喜欢看，就喜欢看着的啊！腿长不讲，我看他跟没穿裤一样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脑有毛病？哪个女生也不穿裤子啊？那这不得穿小裤头？有人那穿是短裤，短裤，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？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你老扭我耳朵，你可能温柔一点，像人家女的一样温柔一点，干嘛？你去找温柔的去，你去找温柔的去，去吧，人家温柔去跟他过去吧。你自己算算，你都闯多少次红灯了？哪一次闯红灯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什么？你别笑，找你啊！那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再讲了，专业的原因吗？你不能全怪我，你要怪怪他们，谁叫他们都穿那个样子？那人家女的多嘞，讲女的多，一个一个盯着看嘛，人家穿什么关你屁事啊？那看一下怎么的？看一下就少不了一块肉。那我现在不穿衣服，我也没看你多看几眼啊。你那有什么好看？闯一次红灯扣六分，还罚2000块钱，你自己弄去。我没有钱给你，我没有钱给你，我给你啊。你就是母老虎，你不能好好讲吗？温柔一点不行吗？给我滚！我给你，你看那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也不知道收拾。下来。把车里给我东西给我收拾收拾，别跟我面前叫啊！你要收拾你自己收拾。你赶紧给我收拾，我跟你讲。不收，我走了。你看，车里都脏的要死，你啥玩意都有。自己收拾吧。你赶紧给我弄来弄水过来擦。不弄。你看那车里面脏歪的啊！这纸用我自己尿的。你那裤里是不是喝过也不知道个自己满尿？我老天爷，懒你都要死。哎，这什么？汇报！汇报！汇报！给我出来！又怎么搞的？这什么？啊？我怎么知道这什么从哪弄的？在你车里放的，在你车里面，你要从哪弄的啊？那在我车里也不是我的呀，我又没有这东西啊。那这从哪弄？你给我讲清楚，还有这衣服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前两天上街从街上给你买的，还没来得及让你试了，你试试，是我买的呀，啊，你试试，我什么时候也没穿过这大红色的，就是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买一个给你试试嘛，这个大两个脚趾头，你摔着摔着你，这是我的吗？那尺码不合适，我去换，这都是小四个字了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啊，我穿什么码你能不知道？你自己给我装，你赶紧给我讲清楚，我跟你讲。你看我装，我跟你什么时候口味变那么重了啊？什么时候口味变那么重了？喜欢这大红色的谁呀？喜欢大红色的谁呀？啊？我不知道。来，你给我穿上。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我来看什么类型。你给我上桌，你快点，你给我穿上，穿上。来，给我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出来啊！来，外面都是人主持人了。你给我娘，你搁谁买的？我也不知道这从哪弄的。装，不讲实话，走，带你去溜溜去。这是愁死了。愁死了！你什么时候口味变那么重了？哎，喜欢这样式的，走，自己给人家看，你走。我不去，我不走，自己给人家看看你。走。你这么讲实话了，是不是？快点，走，给人家看。